郑市长，余副市长，还有市政府的各局处首长，各位同仁，府会联络席的各位联络员，各媒体先生小姐，大家早安。今天我们一样进行市政总质询。那今天登记的议员有三位议员：郭丽华议员、李博煌议员、梁维超议员。首先，我们请郭丽华议员提出总质询，40分，请开始，谢谢。好，谢谢副议长，我们的郑市长的所有市府团队，还有今天的各府会联络人各位朋友，大家早。那个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社会局，请社会局长，请问你我们现在对社区啊，还有这些旗舰社区的这些补助那一般反应时间过长。那我想举个例子今年的那个旗舰社区的申请我们在6月底就完成登记了，对不对？申请登记。是的。那7月份的时候7月份就经过审查会来审查每一个计划，通过之后，让他们去安排这个课程啊、活动啊，就开始在持续进行中。但是有一个问题发生，就是说到10月份，我们的这个核准的补助核准就还没有下来，而且到10月份才通知通知这个旗舰社区要去变更计划，因为你们有建议他做其他修正，那这些社区就我活动已经办到一半了。已经做了一半了，要到这个11月底就要把所有的活动都已经完成，那现在才来做这个变更，我想我们的那个脚步是不是跟不上跟不上他们的这个动作是的，谢谢议座对这个我们旗舰社区计划的关心。确实我们在这一部分在我们的公文作业上是有点慢，不过在这个相关社区跟我们承办的同仁当中的沟通其实是没有间断的。那这当中有时会透过公文的一个往返会造成一些延误或者是一些所谓的一些在计划的修订方面有一些认知的不一样会造成这部分的一些耽误这部分我们在来年会在我们今年年底就来规划明年度的计划，尽早在明年前2个月就将这个计划能够确定。等一下，我想我们社会局要照顾的非常的广泛，从老人到小孩，从社会的一些弱势到公益的部分都要做，要面面俱到。那社区的这些社区发展协会也好，或者说由他们组合社区的力量、民间的力量来这个协助我们、帮助我们，我想这个环节非常重要。但是你7月份既然已经审查了，为什么在变更你建议变更计划的内容当中，为什么不在7月份的时候就给他们提出修正计划呢？为什么要等到这个要补助的计划送进来以后才在做建议？不是在7月份的时候，在审查的现场，其实各社区都跟我们的这个审查委员跟什么都有过对计划执行的一些沟通了。那后来的一个所谓修正计划的程序当中就是社区跟承办的这个业务科当中确实有一些耽误这部分。我想这个跟区公所的联系尤其区公所要督促联系一定要做好。你像变更事项对他们来讲已经做到一半这个让他们无所适从我想这个部分要怎么补救你们自己去想办法看怎么补救。那相对性我们现在每一个社区发展协会一年我们非常市府有一个美意就让他们能够展现社区的活动力，一年也补助的6项的一个活动计划，对不对？是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活动计划送上来之后，往往已经快要到这个活动要办的日期之前，我还没收到公文。那这个你们核准的，因为他办一个活动不可能你核准他3万4万，他的活动费用就只有3万4万了。那他的活动项目可以补助的部分是有哪些他们都不知道，我想这个速度可不可以再加强一下？是的，确实在这部分明年度我们一定会在就这一部分会加强我们的一个进度。好，那这个部分明年再麻烦多，是的，谢谢，用心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那讲到这个核销的部分金发局局长我想
昨天我参加一个社区的会议，结果呢发现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我想要提一下。那我因为芦竹区有海湖回馈金，海湖回馈金各里长补助给地方，当然是会做一些像老人的补助啦，各方面的补助。那在现在我们已经这个重阳节过了，我相信啊这个秋季的旅行哦，秋季研习啊，老人的秋季研习又要启动了。结果呢，昨天的会议我去参加了，讨论的内容是我春季的费用没有下来。现在已经秋季了，那没有下来的原因哦，哎，这个不是你们的错。现在一个问题，他核销的这个发票哦，有一个有那个开的那个抬头，字写错了，开错了。结果他们现在去问说，哎，我们为什么春季的钱还没下来？你们才告诉他发票开错了。那他们还昨天为了要开会，要给这个社区交代，还请人跑去嘉义。我说那三月份的发票嘉义现在怎么开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哎，你们到底审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啊，发现问题为什么没有马上回复，还等到人家钱没下来一直在追去问的时候，还中间哦也有追过这个过程啊，也没有回复他发票有问题啊，只是说已经在催了，已经在催了。我想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那这个部分我回去了解一下，这个他们核销的流程到底是问题到底出在公所还是出在我们的经发局？因为一般这种核销，我跟一周报告一下，因为一般这种核销都是公所这个完成核销之后来跟我们申请，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公所的部分，可能他们在这个沟通上有一些问题。那我们有没有监督的责任呢？因为我们是看最后他送上来的资料了，所以他们在跟这个里民居民之间的这个沟通协调过程当中，我们并不会去干涉他。这个问题还是在你们科发现的，不是在公所发现的。公所把文件整理好就送给你们了，还是由你们发现的？发票开错了，抬头有问题，不是名字错了，字错了，要拿去修改。这个回去我再了解一下。这个我想哦，那你们是不是案件很晚才看，很慢才看，还是说为什么现在才在通知？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想这个问题哦，不容再发生了，好。而且这个是我去参加才一件哦，我想哦，核销的部分哦，只要他们的是合乎正常的行政程序，那这个因为他们的所有费用都有一个代垫款的部分，我希望说能给社区方便，给老人方便，尽量给他们方便，好不好？好，谢谢局长。好，那郑市长，市长辛苦了。谢谢市长非常认真，也替桃园市哦，这个升格之后的六都哦，很争气。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六都里面哦，我们现在哦，唯一啊，可能就是说我们的建设方面需要再加强。那当然，你提的都是大笔的建设，很大的建设了哈。未来哦，桃园绝对是一个幸福城市哦，对你很有信心。因为你的计划都非常的好，但是哦，地方的基层，我想我们如果可以努力多做一点哦。那在上个本席在上个会期有提到这个芦竹区的甘蔗园支线，还有我们大坑溪的部分的这个河段哦，如果可以做成把它加盖，哦，来这个工程如果可以定案，对芦竹的南崁市中心的交通的分流哦，应该会有帮助。那我想哦，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市长赶快哦，找个时间哦，到芦竹可以观察来这个会看一下，整段的工程是否可行？好，这该会刊我会办理会刊哈。那因为南崁交流道塞车问题确实是很严重，那我之前有提到过说哈，任何可以解决南崁交流道拥塞的问题，我们都要努力，包括机场捷运哦做接驳。包括我们的那个桃林铁路，哦，发展成为车道，也包括哈国一甲线等等，那也包括中正北路的交流道分流。那您提的是那个甘蔗园支线要加盖那个大坑溪啦，哈。对。那这一段有，我看了一下资料是有676公尺，那目前初估哈，那个工程费是1亿6500万，那用地取得的费用要1亿元。
那也要做都市计划的变更，哦，大概还有变更的程序。那这个部分是由交通局正在评估，还没有进入那个公务局的施工阶段呢，啊。那我想，如果办理会勘哈，没有问题，我们到现场去看，看那也要请交通局去评估那个效益，交通的效益如何。那如果说，效益高，我想我们那是把部分绿地把它变更为道路用地，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很有价值的。那甘蔗园支线如果能够辟建的话，事实上是有助于疏解好南崁的中正路、南崁路的塞车问题。对，应该跟市长鼓掌一下，因为市长真的吼对地方吼了解比在地人吼还要清楚哦。但一讲他都知道哪里接通哪里哦。那可是还有一个那这个问题哦，我想哦，这个要分解如那个南崁地区的交通哦，有几个方案哦，还有一条就是西康路的这个开辟哦，因为莲湖街现在每天哦上下班时间哦。对这些莲湖街的居民来讲哦，他们已经真是苦不堪言了，甚至于哦，已经是限制他们哦自己的住户门口不能停车，必须晚上七点以后，他们下班以后要把车子停在外面，七点以后才能把车子开进来。我觉得剥夺住户这样的一个生活品质哦，实在是我们实在于心不忍啊。但是为了配合交通的顺畅，没有办法。那我是认为说，在它旁边的西康路其实已经计划很久了，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市政府取得的土地哦，那个有一部分哦都已经做道路的这个容易的部分已经取得，我相信已经超过50%以上了，哦，那这个私人的部分只剩下是40%左右，那是不是可以从这一条道路哦优先来做这个开辟的动作？那个西康路打通的问题哈，大概我们根据几个原则，因为它是属于计划道路，那我们市政府公务局有针对哈道路开辟的原则哈，包括它土地取得的难易程度、哦拆迁的问题，还有它的成本效益跟交通的效益。那因为我们总体来说是有编列一笔预算，但是那个要把每一个路段都打通，事实上预算是不够的。要评估它的优先顺序，那我会请公务局哈把这个议员的建议哦纳入优先的评估的项目。那因为这一段100公尺，假设啦哈，容已经超过50%，又有部分公有土地，那私有土地的征收哈是一点点，这个要就实际去做地权的调查。假设真的私有土地只有一点点，那我们会把它列为优先开发的路段。好，谢谢市长哈，我想哦，我对芦竹哦，尤其是南崁的交通哦，非常担忧啦，哦，我想这两个哦提出来这两个建议哦，真的是有帮助于好，好南崁就西康路打通跟甘蔗园支线，那我也会办会刊，我会先把刚才讲的这些基本资料，我们先做好研议，那我想最后来评估就是成本效益了。好，如果说我们评估出来，那我们市府也可以尽力去推动哦，对南崁人会非常感激的，谢谢，好，谢谢市长哦，好，谢谢，好，谢谢局长，谢谢。那个公务局长哦，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台南大学旁边哈，我们有一个2-12号的皮塘，我们也做过会刊，是哈，因为上次的会刊哦，其实讲是因为台南大学后面有一条路，它的龙林路开通哦，一直到要到大直路中间哦，哎，结果前面的征收全部都做了，做了后面只剩下一小段没有做，哦，那当初没有做的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没有关系，哦，那个是陈年往事了。那现在我们的龙安街还有新兴街的344巷的涵洞已经要动工了，那必须有封路的这个过程，所以呢，那当地的居民就建议说，我们把这个路段，因为这边路段都是国有土地嘛，哦，这边路段来打通，打通之后直接接到大竹路，未来哦可以给做很交通上啊给他们更加便利了哈，不然因为以后交那个路主做了以后，他们可能要绕道而行哦。那为了这个部分可以打通之后啊，那我们在其实新兴里跟中府里哦两个地方哦是没有公园没有绿地的，那原来的开南大学把这个皮塘已经建设一半了，做成皮塘步道已经做了一半，那还有另外一半没有完成，因为他只做他靠近他学校的部分给学生来使用，
然后连接到这个户就是校外跟里民共用，我有这样的想法，学校也能认同，就是说后半段我们是不是把它做成一个连接，把它打通之后，那以后学生跟里民都可以变成他们的休闲区。这谢谢郭议员这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这一个二之十二皮塘公园的部分它下面的开南大学左边有水右边没水那这个土地是属于农田水利会的这最主要就是土地的问题使用问题那我们现在已经会透过这个协调会了跟农田水利会如果他同意的话那后续因为这个开辟这个皮塘步道费用不高所以我们后面会来考虑积极来办理的，因为它最主要是土地使用的问题那我们会来协调。第二个部分是刚才提到那个新兴里农林街道大竹路这一个这部分它有一部分的土地是属于国道高速公路局的这可以来协调拨用，那也有部分这个已经协调好了对，还有一些现在已经在规划期间，还有一些是私地私有土地，所以现在我们是协调芦竹区公所这边提一个新办事业计划来那我们就像刚才这样子看看公有的私有的交通需求的评估等等一些指标评估就纳入那个我们的计划里面来评估。我想这短短只有几十公尺，即使私有土地 也不多啦是。那我觉得说这个皮塘的协调，我绝对相信我们局长的协调能力非常强那而且水利会应该反对的几率不高，因为他原来已经答应做一半了，是只是我们把另外一半衔接这个学校可以让这个便利里面的这一个生活我想我为新兴里争取一下我们一个绿色的生活环境好不好？好，这一点努力一下好吗？是可以吗？可以好，谢谢好，谢谢局长。那我想请问卫生局，是易座好，那个局长上次工作汇报我请你研议之后告诉我那你还没有回复我上次提工作汇报的这个情况嘛那这个事后你再跟我讲一下好不好你说你研议之后要跟我回复一直到现在又经过这么久了有那我已经有研议了之后再跟易座报告好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的卫生所的工作我发现现在卫生所的功能做得非常好那现在一般的民众也非常仰赖我们这个社区的医疗非常信赖我们社区的医疗跟一般小诊所比较起来当然我们具备很完备的人力这个各项的资源都非常的齐全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而且我看最多的在我们这个医疗提升的部分我看最多的好像检验的部分做了不少是不是医疗如果有检验的需要跟工位的需要我们也会做检验的工作这样子那因为早期我觉得以前比较少是因为我们可能检验仪器比较不足嘛那我看现在各位我有请教过几个卫生所他们现在的检验仪器都非常的充足那我想请问一下那 X 光的影像的判读跟这个影像的管理系统这个目前这个是三个乡镇有设置的大概有多少我们在十三区卫生所现在在努力我们每个所几乎都朝有一个 X 光的放射师在的建制目前好像只有三个卫生所没有吧对还在因为要人员额要修编制好那我想以龟山为例我有访问过我想以龟山为例他们的 X 光的判读是利用这个系统做远距离影像的一个抛转给专科医师来做研判读然后呢一般的时间大概就第二天他们就能把这个判读下载完成就是他们第二天就已经把这个判读的结果已经传回来了那你觉得说这样的功效好不好
跟你做报告，因为训练完整的医师应该要具备基本的 X 光判读的能力。那如果要传到专业的放射科医师，那只是要做 double check， 以免有进一步的遗漏或者是是要补充的部分。可是我觉得这样不错哎，我觉得我们现在医师非常忙，又要门诊，还要开药单，然后那个又要 X 光判读，然后民众来了。我觉得他工作比一般的那个大医院哦，不少于一般大医院的医师哎。一般医院医师可能我们那个卫生所的医师好像要十项全能哎。不用十项全能。那我是觉得说，我看龟山这样子也不错，其实对我们来讲没有增加任何费用跟负担嘛。有，因为我们要请放射科医师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我们要付那个诊室费。那你们。给我们的卫生所的医师的话，没有吗？卫生所医师的，他本来诊疗就有医师诊治费用。哦，本来的诊疗就有医师的诊治费用在里面。是。那我想因为我是无意中发现，龟山这样的一个动作，因为毕竟这种影像的判读会以专业性来讲啊，以专业性来讲会更具专业一点。那民众的信赖应该会更高一些，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芦竹地区有一位妇女到我去做 X 光的这个检验，她检验之后告诉她没有问题，可是在几个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她发现她有异状，去检查竟然是第三期。那我想说，当然这个问题不能发生，不能说，因为有时候这个病情的变化不是我们一般科学必须有科学根据了不能说一定是卫生所的错了。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如果能做得更完备、更专业一点，我想对这个民众让民众更安心、更信赖绝对是好事。我觉得是可以研议一下，好不好？啊，是，谢谢一座。好，谢谢我想那个教育局长是我们现在每个学校都有图书馆，是，但是我看我们图书馆都很呆板，就好像教室一样就放了课本。我想学生在教室待了8个小时还要再进这个图书馆的教室还是真是比较那个兴趣应该也不会很高啦，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在偏乡地区啊，对学童的这个课后的照顾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基本上来讲，我们桃园市的课后照顾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之下啦，那个我们由导师或者是由学校呢，或者是跟家长会来一起来合作来开办这个课后照顾那不过我们希望是课后照顾不要集中在一个少数的特殊教室，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资源比较充裕的学校，它课后照顾都是利用普通教室，然后有课后照顾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这样的一个区分那基本上如果课后照顾能够把它纳入到图书馆这样的话，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孩子们的这个阅览的功能。所以你也赞成吗？我也赞成。但是对于偏乡地区我想我实地去走了一趟的意见是这样有的学校我想很清楚比较偏乡，有的学校一个班可能只有7个同学、8个同学，是。那你说要成立课后的这个辅导，我想也有困难，是。而且他们比较偏乡，要接送到市区也有接送的问题。那当然对市区的朋友课后之后上安亲班也好，在学校的课后班也好，这个都完全没有问题。是。那在这个我们有做了一个实验，我们以芦竹区的外设派出所，那派出所的区域里面我们做了一个小小图书室这个是我们已经完成的一个成果，花最少的资源，然后课后的同学小朋友到这个图书室来做功课，由我们社区的志工来协助辅导他们做功课、看书然后还有警员我们值班的警员可以照顾他们的安全。我发现尤其最近你看我们这个小学生
这个犯错，不要说犯罪哦，太严重了，犯错的比例越来越低了，包括学校的霸凌以外，还可以回到社区的霸凌。我们要把这些学童的照顾，你单靠校长、老师一个人要照顾这么多人的一个教导，真的是，我觉得是力道有点不足。但是家长、学校，我们学校跟家长之间的联系一定要做好。现在的家长生的少，工作又忙，疏于照顾。那在尤其在乡间，阿公阿嬷那看阿爸，伊移到底写对啊唔对啊？功课有写无写？伊讲我写好啊，册包啊等下就出去佚佗啊。那我觉得要照顾这些小朋友，尤其像我们的复兴区、复兴乡的地区，哈，复兴乡还有几个偏乡，观音比较偏乡的地区哦，我觉得可以利用现有的资的这个领域，用最少的资源哦，做最好的照顾。那我们做了实验之后哦，效果非常好，哦，效果非常好。那天有线电视也去做采访，效果非常好。那个市长，我想哦，这一方面多加支持。这是用上少的钱做上好的照顾，而且里面吼拢足欢喜的。你感觉来推动这個？我想学校图书馆的功能吼，确实应该要加强。但我希望每个学校都是一个小成品一样。那课后的照顾辅导用这个图书馆也是一个方式。那现在有很多的社区或者是很多的那种有照顾团体哦，他们确实是如果可以进学校的话，我是觉得可以。经过一定的那个筛选之后来推动。好，那如果说我们学校老师没有办法这样长时间这样子配合哈，因为学校毕竟范围比较大，安全上我们要照顾有点困难。我想要利用现有像我哎这个外设派出所，这个可以有几个形态，比如说课后陪读，对啊，比如说义务的那个课后辅导老师啊，或者是说有一些那种志工等等哈，都是一个方案。好，谢谢，我想多鼓励啦哈。我们公部门的现有资源，如果可以愿意自己提出来哦，像这个就是他们分局自己提出来的，我觉得说这样都给我们都很乐于接受，好不好？是，好，谢谢哦。好，谢谢。那个研考会，我想请，我想刚刚做我们也做过事前的沟通啦哈，这个研考会要做一个修正的部分哈，我也很乐于接受啦。那其实哈。对于说你们应用的部分，我只是比较担心，因为我们文灿市长哦，对桃园市的愿景哦，真的是这个不遗余力啊哦。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其他各局处哦，真的是用心来规划跟经营哦。尤其说，因为我是看到了说这个北市府跟我们是一样的这个厂商。那北市府因为这个厂商的运作上有一些问题，所以已经停摆了。那我也不希望我们未来做到一半停摆。那刚刚讲你这个整个会重新再做规划，那我这里有一点建议啊，其实可以做，利用我们，既然我们主要哦，其实我们郑市长哦，最主要是要辅导我们的在地企业能够顺利转型，好，希望说人才留在桃园。啊，也自己的桃园自己来创作哦。那我也发现到，包括我们在桃园地区的一些有线电视，他们其实已经做到，已经跨到应用服务的部分了。我希望我们研考会哦，可以连接地方的资源哦，哎，来合作。但是他们做的很的区块只是在生活的部分。那我们最主要，我们市政的部分，我们要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我们可以结合各个点，好，来拉成一个面。我想哦，安内利也可以新就这块来，好，啊，这是我的建议。而且哦，这个对在地的企业照顾也做到了，好，然后这个辅导在地企业也达到你们的目标，好不好？是，谢谢议员。好，我想这个部分哈，我们再努力一下。是。好，谢谢哦，谢谢。体育局局长，感谢你。这个自从你上任以来，好，一直都亲力亲为啊，哎，那我们芦竹区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体育活动做得非常的多，这一点你觉得呢？芦竹区的体育发展哈，相当的扎实，比如说这个光是运动社团的补助，以人口来区分的话，芦竹区有55万，结果今年就申请了
这个98个运动社团申请了549976元，然后再加上我们芦竹区的体育文教基金会，运作的也非常的上轨道，非常的有制度。那至于说芦竹区很多的不管是体育会或者是各单项运作的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棒，这就是毋庸置疑啊，不争的事实啊。尤其义作对于这个体育运动的发展也非常的支持，这一点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啊。以上说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但是有很多哈、哦、运动这个场合的这个场所啊，哦的一些整建的建议哦，希望哦我们能够列入哦来这个多一。当然了、哦，艺术的经费哦，如果太花费太大，我们当然不敢讲了、哦。但是我觉得有像我带你去会看过我们芦竹几个地点哦，那这些闲置不用，我觉得是很可惜哦。那既然我们要发展全民运动啊哦，希望全民都健康哦，我们就必须把一些我们的这些场所、哦、先要整理好，表示我们市府的诚意嘛，好不好？我跟玉作报告一下。市长一上任以后，第一个成立体育局，就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示，也就是说，除了竞技运动之外，还大力推展这个全民运动。那么，所谓的公益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包含我们的芦竹国民运动中心，还有槌球场，必须要这个稍微整地，还有就是我们的芦竹滨海这个马拉松，市长都非常的大力的支持。那我们体育局是责无旁贷，这个一座请放心。对啊，市长上任以后，我们桃园升格、哦、是这个升格，我们第二个成立体育局，哦，那后面其他六都后面的都大家都要紧追之上。那我想哦，市长的用心，既然你能体会哦，那我想请问你哦，那108年的运动大会啊，全国的运动会啊，在我们桃园哦，哎，这个是你一上任来第一个这个身兼大任的一个活动啊，你准备好了？不好意思，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们积极的在做。比如说，我们全国运动大会有33个这个比赛的项目，然后呢，总计是2亿5千万，体育署是补助我们6千万，我们自筹1亿9千万。然后在比赛的场地各方面的一个规划跟修缮，学校的场地是请这个教育局来协助啊、我们体育局，然后经费是由教育局这边来挹注。那么我们在明年啊，因为明年是宜兰来办理，我们也会组团去参访，还有接旗。我们也编列了3660万的一个经费，包含我们体育馆、体育场，以及我们的游泳池的一个修缮3000万，还有就是一个行销宣传的一个300万等等。我想这些哈，我们的组织架构今年已经在开始运作了。所以你都准备好了？是，没有错。哦，那到时候我们就拭目以待哦。谢谢你。因为我们的前任的局长哦，黄永旺黄局长哦，哎，他的强项应该是在全民体育的部分。那我们郑市长强调的是健康哦，健康城市哦。那请问你是比较偏重健康呢，还是卓越？我觉得竞技运动是绝对不可少，但是国民体育是绝对100%的重要。所以说，市长一上任以后宣示，除了竞技运动之外，就是要加强推动国民体育以及全民运动。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一个方向。那我在看我们的这个卓越项目方面，我们最近也有成立棒球队啊，吼，还有其他的这个一直在成立当中啦。那我看我们市长现在对于这个竞技运动的这个培育哦，好，现在也倾注全力在支持啊。那我想哦，市长，我有个建议哦，我们学校有很多的选手，包括不管是射箭啊各方面啊哦，那我们教育局哦，其实教育的业务也做得蛮多的，但是在这个教育局在体育方面的这个挹注的经历哦，我想我们是不是说未来哦，是否可以做一个考量，再把竞技的部分哦，竞技的部分。包括说我们也要有教练啊，吼，还有竞技的一个培训啊，吼，要其实要付出的精力跟经费也不少，是不是能够跟教育跟体育做一个大家做一个分摊了、啊、吼？
好，因为毕竟他你成立体育局，就是因为他有他的专业呀、啊，他有他的这个领域啊。那我觉得说，除了现在的全民健康以外哦，竞技的部分，尤其我们桃园，哎，这次奥运也有我们桃园选手哎哦。那我想未来哦，我们桃园是最年轻的城市哦，在竞技的这个运动选手哦，将来一定是在奥运场上要见哦，一定是这个非常容易的哦，可以送进奥运会的一定非常的多。那我希望说，我们市府单位在这一方面可以把这个稍微区分一下。好，那我们教育局的部分就做一般学校的体育课程，那在这个竞技运动的培训，好，还有专业教练的部分，可不可以说请体育局多分摊一点，来能够哈把这个我们的培育计划做得更完善啊？我想要市长您的意见。好，精英运动选手的培养跟这个冲刺计划哈，其实我们有分两部分呢、啊。那教育局仍然有体健课，所以重点学校跟重点选手我们一定会支持，包括专任教练。那另一段是我们体育局针对精英选手的那个冲刺计划，那个部分包括异地训练，包括聘请教练，包括那个我们利用暑期来集训啊，那个是在这个比赛之前把他的潜力再把它拉高，所以两边是有搭配关系。那我想精英选手其实平常就要在学校养成，那这个部分体育局跟教育局需要多做密切联络。那因为单项协会有的运作健全，有的不健全，所以也必须要回归到我们体育局跟教育局的这个平台。那我们因为学校教体育也是我们的教育的一环，所以我们仍然保有体健课。所以我刚刚有特别提到说，重点的选手的培训呢，在学校的阶段就需要来支持。那到了要比赛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精英选手的冲刺计划。好，谢谢市长的重视哦。我想哦，这个全民运动之外哦，我们培育那个年轻的下一代哦，不一定要读书才有发展啊。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学校哦，这个教练不足的部分哦，都是学校自己就是家长啊哈、哦，自己他们哦筹措这个终点的费用哦，来聘请教练哦。这个问题我想市长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方法来解决？现在专任教练当然他要表现到某个程度，那常常就是在学校刚开始发展的阶段，某个项目开始表现潜力，那家长觉得说他应该要更支持，那这种情况请教育局实际来衡量，因为这个项目会变得非常多，就是潜力项目还没到达那个标准，但是他家长认为这对升学有帮助，对孩子有帮助，他开始希望学校聘专任教练。那我们现在有聘的部分大部分都是比较成熟的项目了，坦白讲潜力项目是没有一开始就聘专任教练，那这个部分我请那个教育局来具体衡量哪些，他也可以说明一下。我想有些学校他比较有卓越的项目譬如说像南中的吕磊啊这个有参加这个全国比就是能够，它是有个标准的啦。对啦，有一个标准的部分，现在都还补不足啊，是不是，局长？我们现在聘任专任教练，全市目前有76位。我们全市目前有76位专任教练，那专任教练的那个遴选还是要经过一个委员会来评定。当然啊，我现在讲是说，我们遴选的教练现在补到各学校比较专。就是说各学校比较卓越的项目我们就给予教练，不是不可能，因为刚刚市长讲的潜力运动项目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照顾到，说潜力运动项目也给予教练这个部分，但是在比较卓越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一方面给他们补充这个好补足这个资源。是我想专任教练的原额我们尽量宽列，对那个标准呢也请教育局实际的衡量，那有的也许他现在达标了，他在全国比赛表现很好，那第一次达标，那我看怎么样子鼓励，让学校的负担轻一点。但是我没有，我们教育局确实他资源有限，他没办法说所有的项目都聘专任教练，这是一个困难，所以还是要建立标准。那刚刚市长你讲得很好啊，如果说他在全国比赛或者哪些比赛的标准你给予学校奖金的话，这个也可以让他们来补足这个教练的终点费减轻他们的负担，这个也不错啊。这个部分我请教育局针对专任教练的原额标准还有那个
您刚讲的就是说，他这个项目是卓越项目，那他真的有很大的潜力，好，已经看出来了。那这个部分需要更大的支持，这个请教育局来研究。也希望在108年这个全国运动会哦，在我们桃园举行哦，也希望在这个体育竞赛的部分哦，桃园哦也能够哈这个那个文灿市长把面子要回。我们当地主城市哈，一定要表现好一点啊。一定要把面子要回来。这个不只是面子啊，也代表我们哈成立体育局的一个成绩啦。对呀、啊，因为我们是这个对夏局长应该是很大的考验。我们是第二个成立体育局，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哦，跟你的远见呐、啊。但是成立之后哦，要把这个功能哦，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啊。好，谢谢。好，时间到，谢谢哈。好，那我们中场休息10分钟，休息。
大家请就坐，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我们请李博煌议员提出总质询时间40分，请开始，谢谢。好，谢谢副议长、市长、尤副市长以及我们市府团队，我们普惠联络人以及我们所有记者、媒体与世先生。首先我要就教于市长，请定。对。咱同行过了后，那真侪观光的推动，那为你接任市长了，咱管理局杨局长也非常的认真，在推动我们整个大溪的一个观光发展。那因为台客是咱同观光的这唯一要推动的一个点，好，最重要的一个点，好，因为它串联整个所谓的山跟这个龙潭的整个发展，哈，这个所谓的我们的绿色廊带的一个部分。那将来在咱这航空城发展了，那最大的一个观光发展重心也在我们这个三个位置点，哈，所以呢，那变成就是说这个位置的一个观光已经变成是我们桃园观光的一个命脉。那所以那之前我们有提到大溪转运站的部分，那在大溪转运站的部分呢，这个我们当时市长承诺说我们在4年之内完成转运站的一个工作，那同时转运站的工作完成之后，也可以把所有游客、啊、透过所谓的大众运输系统啊带到我们大溪来。那当然这转运系统的部分市长也承诺说在4年内完成，是不是启动这吸引来对咱转运站的工作是不是在完成呢？现在埔顶的营区哈正在办理都市计划变更，那么埔顶营区有10几公顷，那其中有2.7公顷要做大溪的转运站。那转运站的功能可以结合市区公车跟国道客运。那将来哈，我们这里是有这个绿线，从基万站哦是否延伸到大溪的一个委托可行性研究。那原本哈，原本旧的县府时代是有提到说是先进系统，是不是考虑 BRT？ 那我是认为用捷运延伸线比较妥当。所以我有指示交通局说，就这个绿线延伸到大溪埔顶的可行性哦，我们再来做研究。所以我们这个转运站初期的功能会着重在客运的转接。是，那就是说等于市长，我记得您当时的政见也其实跟我的政见是一样哈。对。就希望就是说我们的捷运能够延伸到埔顶这个从化区，也就埔顶营区哈。所以这部分。这个我们绿线哈发包以后哈。我们仍然要极力的跟中央来争取，因为这一段哈效益很高，是，所以我想哈，这个捷运延伸到大溪哈，可以解决很多大溪的连外交通的问题。好的。那埔顶转运站的设置哦，在都市计划通过之后，它还有一个区段征收的程序哦，或者是那个重划的程序，那可能还有一点时间。不过我想，只要都计变更通过，我们跟军方已经达成了默契，那这个部分的转运站土地会取得。那取得之后，我们就会尽快开发。那这一点，我也请那个高邦基局长稍微简要说明一下进度。好，局长，请说。是，目前哈，这个基隆一站到大溪部分这个可行性，我们分短中长期做一个先进运输系统哈。中长期我们会用轨道运输，从基隆一站延伸到所谓的埔顶的这个军备局的这个转运站。那目前这个转运站部分，我们需要的面积大约是2.7公顷。但是它的详细的那个转运站位置，我们会跟在都市计划变更的时候，会跟本府相关局处来做商量。我们目前的程序部分是走都市计划的程序当中。好，谢谢局长。那么决定拜那个时阵哈，阿弟有去那个市长星期六哈拍摄，市长星期六你有去的埔顶咱的太武新村哈，对，去看太武新村的过去的一个这个旧的一个建物哈。那事实上我记得。这个太武青春的一个是以历史建物的部分哈，在1997年的时候，好吧，我提出来之后呢，我们才把这个建物把它保留下来，否则今天的所有建物可能都躺平拆除了。但是因为太武青春有它相当的一个历史，将近一甲子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民国47年823炮战发生了之后，那么823炮战确保台湾能够继续哈。让我们所有的国民能够安居乐业在这块土地，所以823炮战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呢，今天太武新村的存在，那这一些太武新村存在的原住户，本来都是，当时823炮战的一个部队的指挥官，所以他们当时的阶级都已经是上校以上。那么今天
变成历史建物，那么我记得你有提出，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把我们太武新村变成是八二三战役的一个战史馆的一个纪念馆，那这样的一个概念事实上应该是说对这些过去在八二三炮战的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也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名留青史，也真正让我们所有的国人去认识到战争的恐可怕。所以今天我想啊，启定行不行对太武青春未来的发展哦，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未来可能也是一个文所谓的这个文创中心，当然更重要保留历史的原貌，把历史呈现出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啊，一环。那么市长在刚才我们就提到所谓的捷运转运的一个同时，那他那边又在我们捷运转运的旁边，所以呢这个馆的一个存在呢应该是全国唯一的一个馆，所以他的努力他的好好的建构应该有他的一个价值。请用行政保你就该谁谁好不好。那个太武新村已经是我们桃园市政府向国防部提出哦三大眷村文创园区之一，那太武新村的发展定位，那目前有三大栋，那么大概12户，我们会把它整合成为一个历史建筑的一个展场。那这个部分第一期预算已经编列2300万，我希望文化局能够进度快一点。那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希望发展八二三炮战的纪念馆。那因为太武新村是民国47年哈，那个八二三炮战之后安置在金门服役的将官，包括高阶军官，所以它的建筑物的保存哦，红砖瓦的这个设计哦，事实上保存比较完整。那我是看我们三个眷村文创园区哦各有特色，马祖新村做影视，然后县光二村预定发展成为移民博物馆，那我们的太武新村哦，我们预定把它发展成为八二三炮战纪念馆。不过第一个阶段，我是希望能够把原来的眷村的风格，哦，我们所谓修旧如旧，它能够透过历史建筑的整修，能够尽快的完成。有展场，我们还可以进去办活动。那周边的部分，哦，包括它原来已经拆掉的，哦，这些旧的眷村的用地哦，现在用围篱围着。那我有请六军团协助哦，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做绿美化跟停车场，那增加整个展场活动的空间？好，市长，谢谢。那这个部分就请您多做努力啊。那我想就叫你水务局局长啊，局长，你怎样九门水口哈？九门水口为过去哈，一直在做清运的工作哈，到今天你知道大概花了多少钱吗？大概？应该是有几十亿吧，至少。九鼎华群哦，恐怕都超过50亿以上。是。那今天呢，石门水库的淤泥还是继续存在哈。那所以呢，有关于石门水库，它也是攸关到我们桃园市市民的饮水的问题，也攸关到我们整个地方的观光发展的问题。所以呢，我是希望就是说，未来大汉溪的整治呢，我记得之前我一直在提到所谓的大汉溪的经济蓝海。那为什么讲大汉溪的经济蓝海呢？事实上它所牵扯的不只是一个饮水的问题，而是从石门水库一直到后池堰一直到板新水厂，这18.6公里的一个河域面积啊，这些河道如果堤防施作了之后，把石门水库的淤泥引到河道的两侧，让整个石门水库的淤泥能够就近清运，我觉得这样子，第一个它可以大量的去节省我们的公帑，第二个可以创造我们土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效益。那么第三个，刚刚在提到所谓的大汉溪的经济蓝海，事实上是因为整个淡水河的末端就是我们大溪，就是大汉溪啊，大汉溪是我们淡水河的末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未来在整个推动石门水库的清运这个清淤计划，能够把这些淤泥清到我们大汉溪，势必可以创造更大的一个所谓的经济价值。那所以这一点，我想局长您请坐。这一点，那么杨局长在103年的时候，您到任之后，我就提出所谓的石门风华再现。因为石门水库原来是我们桃园，原来是我们全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但是因为石门水库不再扮演所谓的观光的推动者的角色之后，也包含了亚洲的人这个撤退了之后呢，石门水库的观光从此就从此就不再有这样观光的一个角色的扮演。所以呢，我就提出所谓的
这个以日月潭的一个发展来看待啊、不是日月潭，而是那个这个乌山头水库那边哈、啊、的一个发展哈、啊，它就是这个台湾市政府啊，跟这个跟这个水利署共同去合作，所以我们桃园市政府呢也是比照如此哈、啊，就以我们北水局跟市政府来合作，重新启动石门的观光，而由市政府来扮演所谓观光发展的一个主导啊主导的一个角色。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当时提到所谓的一号沉淀池、二号沉淀池跟三号沉淀池，跟所谓的南苑北苑的一个发展。那么您也很努力哈、啊，去中央争取了3亿，加上我们市政府的8000万，总共3亿8000万，准备在未来的几年投入我们整个一个石门水库的观光发展。那么我要就教局长，您在未来在一号沉淀池、二号沉淀池这边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游客中心，那这个游客中心呢，它要扮演的角色，你能不能重新再跟我讲一下？我记得在单位报告的时候，我有跟你提，是不是我们大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百年的金字招牌豆干，豆干博物馆、豆干产业专区。当然，过去在金发局的时候，我们一直提，请金发局为了我们大溪的豆干发展，能够把尽快把这个产业专区给创造出来。同时把这个博物馆也给建构进去，那变成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啊，也是产业发展，也是观光景点。但是呢，金发局在这一个部分恐怕还要继续努力。不过我先就教于杨局长，局长，积累游客中心未来它是势必是带动我们整个石门水库观光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那么你对这个区块是不是说未来我们把我们的豆干博物馆把它放在这个游客中心的某一个层面，是不是可行？这第一点。第二点，大溪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家具的博物馆，那么是不是在这个游客中心有没有可能把我们大溪非常重要的家具艺术的部分也摆入这个游客中心？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角色，而不单独只是一个游客中心。可是我行不行？九界保护泥鳅这节该谁解惑？好，是。易座的咨询非常的专业哦。其实我们整个石门水库的发展哦，将来的这个一二号沉淀池，也就是未来的转运站及游客中心哦，它的机能非常重要，因为将来来石门水库的第一个点就会在那个地方，所有的游客在那个地方集结下来之后呢，可以透过健行、跑步、自行车去体验石门水库另外一种新的玩法，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石门水库旅游的起点。那在这个起点当中，当然它的功能除了游客服务之外，它的功能也可以借由旅游服务中心的设置，可以提供相当多的展示功能。所以一座刚刚所提到的哈，介绍整个大溪，包括像豆干，这个都可以在将来的游客中心当中提供给进驻，就提供给来这边的游客哈，了解到大溪到底有什么样的特产，到底它的发展历史如何，这个都是游客中心可以提供的服务功能。那也就是包含了豆干，包含了我们的家具啊，都应该都有可能会在我们整个这个游客中心里面就对了。它可以是一个展示的主题的，但是如果就丰富性来讲的话，大溪本身它就有木艺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也就是说整个大溪都是一个博物馆的概念之下，在这个地方游客中心这边可以做一个简介，有兴趣的还是会拉回到我们的大溪老街上。好，那非常谢谢这个局长哈，对这方面所做的一个说明。那么同时，我是希望就是说，将来这游客中心在建构的时候啊，是能够把更多元的一个空间使用的部分呢，把地方的特色能够真正展现出来。我相信这个中心呢，能够真正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好吗？是，没问题。好，那当然，局长这也包含了就是说所谓的低碳运转中心了。对，因为毕竟石门水库它是个水源保护区哈，是个非常重要饮水的区块。当然我们是希望在推动观光的同时啊，也能够稍微注意到，就是说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低碳的一个承载工具哈，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来这边热火慢火，好不好？会，没问题。将来我们也会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健行、跑步还有自行车之外啊，里面的接驳我们希望也是用电动车的方式去做，里面的不管是在做游逛啦，还是在做
这个各种运具的转换，我们都会用电动车。好，谢谢。那我再请教水务局局长哈，可对哦，都叫我讲给哈，大汉溪的经济蓝海。哦，为什么讲到经济蓝海呢？除了就讲这个创造土地最大的效益之外，那同时因为我们推动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计划出来，所以呢，大汉溪未来要扮演的角色啊，已经不再是一般的一个角色。那刚才提到航空城的发展，到底我们要想要让国外人看到什么东西，桃园的什么东西，这一定要被讲清楚。所以呢，我记得我在早期一直跟您跟市政府一直讨论的，就是说1995年的时候，我提出所谓的这个大汉溪的经济蓝海这样的概念哈。那么当时可能我们都没有好好想到为什么会强调它是经济蓝海。那在七月份的时候，中兴工程顾问公司，那因为大汉溪的一个发展计划呢，我们目前是委托中兴工程顾问公司在研究，在提所谓的在做一些规划。那有定性信息，但中兴工程顾问公司好，他那一天来找我的时候问我说到底为什么，那我跟他一起讨论了2个小时为什么。那我现在想就叫局长，请问中兴工程顾问公司最近有没有跟您报告，到底针对大汉溪的发展，他们目前已经计划规划到什么一个程度？请你对你也当做一个说明。基本上他们已经从我们一座还有其他一些祈祷他们的意见哈，那已经把它中整，大概有几个主轴哈。那基本上就是说，先从这个堤防的这个修建完成以后，那可以做这个防汛道路，那同时那这样子还可以养滩，然后来处理这个石门水库的这个泥沙。那这样子的话会增加大概200多公顷的这个浮覆地。那这个浮覆地的这个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做就是说多功能的一些规划，那包含这个旅游、低碳，还有这个绿能的一些的这个发展。那另外就是说，在这个水源这一块的话，那他也希望就是说能够把它营造成为一个淡水的一个情况，能够有一些水上的一些活动，那把这个整个水那重新注入到我们大汉溪两侧的一个元素，那成为一个刚刚易座讲的，就是说一个蓝海的一个这个旅游的一个整个发展的一个产业。好，局长差者，市长，拄只局长已经有讲过，我相信哦，市长你嘛应该非常认同咱大汉溪未来要扮演一个角色，所以呢，即马水务局伫下一个计划，伊就是讲吼，将来伊要予你去国花会。去做一个报告，因为这个案子伊的一个规模性，伊的一个影响性，以及伊的一个吼对整个咱的经济发展影响是这么大，所以它恐怕已经不再是我们桃园市政府它所可以独立去承担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因为过去我们在提大汉溪整治计划的时候，它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点是啥物件？因为咱无早去中央，甲中央的这单位来去做一个沟通。所以你走行工哦，我们的声音一直没有办法上达，但是市长你非常的努力，你也非常的用心在督促的这个水务局去对整个大汉溪一定要善待大汉溪，好好的去跟大汉溪发展，所以才有今天中兴工程顾问公司去办理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么市长这样的规划之后呢，也可以让你到这个国花会去做一个报告，然后将来变成是国家的一个重大建设。那我想，这是咱桃园市政府应该第一，咱应该扮演的角色，就是讲好好为咱桃园这块土地、桃园发展的未来去做一个安尼一个这争取。就是市长，是不是你也当针对拄啊水务局局长所讲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讲将来你也去国奥会去做安尼一个报告，然后向中央去争取最大的预算，来推动我们大汉溪的整治？好，谢谢。大汉溪流域整体的那个整治跟这个规划报告，那目前是由水务局正在委托顾问公司规划。那规划完成后，
我们会跟水利署商量，那最后会一起哦向那个国发会提出。那主要的是希望说，从石门水库到这个边山堰这一段河段呢，我们能够进行整治，能够建堤防的道路，能够做取水的专管，那也能够把污水做分流，那也可以让高滩地哦来做一个养护，能够让石门水库的淤泥哦就近形成水库跟河川的共生关系。那这个部分，因为原来的水利署原计划它是要直接划定那个治理线，后来看到了这样的计划之后，那么他们也决定那么尊重桃园市政府的规划。那这规划报告因为有牵涉到中央跟地方，又牵涉到河川流域的整治，事实上经费也很庞大，所以我们决定说哈，跟水利署商量后，那么一起向国发会来提出。那国发会如果核定后，那包括水利署、包括自来水公司、包括河川局等等，哦，都还有后续的需要执行的工程。那我们市政府也会哦配合来执行相关的工程。好，谢谢市长。市长请坐。那市长这一部分就请多做一些努力，也督促一下我们水务局好好做一下哈。那我想请教杨局长哈，杨局长，朱鹅哈，朱鹅因为这个陆客不来了哦哈，那整个会呈现比较停顿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因为慈湖已经发展了很久了，那也没有这些新的一个亮点哈，新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投入哈，所以可能也因此而没有办法吸引游客。所以呢，甚至针对朱鹅的保护哈，没有朱鹅，因为朱鹅毕竟不管是在就国际的观点来看慈湖也好，或者就国内的观点来看慈湖也好，慈湖所要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是存在的，慈湖的再丰富的波也是必要的。是不是说针对慈湖这点哈，局长你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个看法，未来在准备给慈湖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风貌？是一座咨询果然专业哦，因为那个风景区的经营哦要不断的创新了，那慈湖这一块风景区呢，目前确实在内容上需要增加一些新的元素进来，但是它有它发展的一些限制，所以我们目前正在规划，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做初步的完工，就是加入展演的功能。那这个展演呢，可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它要加入环境的元素。那个译作这个图片上所展示的哈，它虽然有一些皮塘，可它皮塘的尺度不够大，但是它有一片很大的草地，所以如何结合环境的元素，可能是以绿地为主，再加上周边的山景哦，它是一个非常棒的环境剧的一个展场，所以我目前也是朝向这个方向来规划。那将来有初步的成果之后，再向译作这边来说明。好，那我想展场最重要的是要有舞台哈。对。所以我想啊，在慈湖来建构一个所谓的什么展演舞台，事实上也是必要的。是。所以加其他的变化，就慈湖的一个规划部分，也能够再多思考一下，到底要怎么样重新去呈现慈湖的一个新的风貌。是，没问题。我们希望今年就能够增加这些展演的功能进来。好，那我想就教于这个我们地震局局长，葛定。开始哈，这几年来哈，整个经济不景气的情形，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那人民的痛苦指数，我们也都很感，都有所感受哈。不过我们的公告限制的调整哈，我想这边有几个数据哈，必须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哈，从这个102年哈，我举大溪跟，因为我在大溪跟复兴，所以我举大溪跟复兴为例哈。从102年到106年，您知道吗？我们的一个不动产的一个买卖的一个数据哈，从1900多件到最高点的2000多件，到现在只剩下105年，只剩下1200多件哈。对。那所以这已经，那复兴的部分呢？当然，复兴本身最高点是到1300多，那最低点到1132哈。那复兴因为本身它的都是原住民保育地，当然这是比较不被参考的一个数据。不过我想大溪的发展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都会化，也都会又是乡村的一个地点哈，所以它的一个成交的情形事实上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它有严重衰退的现象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们考量到目前的一个国民的一个经济收入，所以呢公告限制的调整部分呢，我是希望能够真正去依衡到我们的目前的经济现状、物价指数等等，作为我们所谓的公告限制调整依据哈，我们不要为了去迎合中央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公告限制拉到市值，那这样子无形中
在整个不景气的情况之下，等于是变相加税。那我觉得这对我们全体市民而言呢，事实上是不合理的哈。所以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好好去检讨我们明年的公告限制的调整，好不好？好的，没问题，我们会照这个来做。好，那我想就交给教育局局长。那对吧？你等下这个数据吼，是来贡献哦，对咱桃园吼，这是讲袂过。啊，讲袂过的原因，实在是当初早期中央欠咱桃园啦。早期的中央欠桃园，早期的中央怎么说？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增设高中。但是不要忘记，桃园的冲水专购排第一、第二，但是桃园的咱的国中毕业生就读高中的就学率。几乎是全国敬陪末座，那么还好，在之前的几年，以及是现在郑市长上任之后，也不断的在将我们所谓的四高的部分，去增加我们四高的建设我们的四高啊，那让我们桃园的学子啊，可以将这个从国中进入公立高中的一个升学率的部分呢，把就学率的部分把它提高起来，但是这样的就学率提高之后。够不够？接受以后，咱怎样？全国公立高中的一个就学比，全国的平均值是54.13%。那么全国呢，最低的数字是嘉义市37%，好，新竹市38%，那么我们桃园是39%。那全国最高的数字是哪里呢？全国最高的数字，啊，是我们台东是74%。那么台北市跟新北市呢？新北市是61%，啊，新北市是61%，新北市是47%，台北市是61%。那么台中是47%，高雄是55%，啊，台南是55%，高雄是54%。再怎么看？我们六都还是敬陪末座，全国我们是倒数第三。那全国平均值，我们离全国平均值还差了将近15%左右。所以哦，可定这一点显示一个问题：我们桃园的公立高中的部分，我们还要再提升。请问你是咱桃园相关而且教育的主管单位，也是主管。那么局长，你对这个部分是不是讲你有什么看法？有你有看法了，你才有提供看法，让咱市长去执行，和市长去拟定为政策去推动。市长，诶，决定你是不是当先说明者？好，多谢易座哈，我甲易座做一个说明哈。咱即马同诶公立高中职的数目是18%，那私立是16%，那再考虑明年新屋高中招生就19:16，那所以呢？在这情况之下，校数呢是公立的比较多，但是学生就学哈，就刚刚陈如易硕所说的只有39%。那重点在于私校大部分都是大的学校，哦，那我们考量现在少子化的趋势以后啊，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有一些国中它的教室会空出来，那我们现在教育局的政策哈，因应少子化就是在国小可以增设护幼，同样的道理呢。那我们政策方向也是考量将来如果说有这样一个环境条件的话，那我们也会把国中希望把它升格为完全中学，那新屋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好，可定新屋变成是个完全中学是，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四高的所有的学校，包含了大溪高中、龟山高中、这永丰高中、平镇高中等等的这些学校，那么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再增一班、增两班，这样子也把我们的数据再往上提升？所以我认为讲吼，因为全国数字是54%，我们桃园只有39%，这中间差了将近15%的部分啊，15%是多少学生？那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一个数据去做一个平均之后呢，那我们就知道说到底我们桃园应该增加到多少？才会符合所谓的全国的一个标准，好，比较这个接近全国的数字哈。我们只是平均标准，我们也不是高标，也不是低标，所以至少让我们的市民在升格之后，哎，我们的四高还是可以跟全国是稍微能够拉近的。请问这部分，市长，多少这数据安出来了，我想你应该有所感。
因为你是非常去倾听民意的一个市长，所以请用你醒协当针对这部分你说说明一下好不好？刚才局长有特别说哈，公立高中19所，私立16所，但是公立高中人数只占40%，私立高中只占了60%哦。那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我们私立高中只它学校规模大，技职科系多。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哈，我们的技职的升学的部分哈，表现比其他的各县市事实上是比较好的。所以我想哈，未来哈高中职的这个教育政策哦，我们会要适当的注意到，就是说技职跟普通科的比例啊，以及每个学校如何发展特色。那公立高中的普及化，如果明年新入高中开始招生之后，那么12个区都有公立高中，那么学生的选项也很多。那我想12年国教的目的哈，是在让学生有充分多元的选择权，那这一点我们会尽量的达成。好，好，那个就请市长再跟请教育局这边好好来研议一下，到底要怎样让我们的学子能够啊，因为目前又经济不景气，那我们不希望这些不景气会变成就是说学生就学变成家长沉重的负担哈，所以我想这我们弱势的家庭高中职的部分也有补助，也有这个学费补助。好，好，谢谢市长。好，市长请坐。那局长，我想哈，这有一个问题哈，这问题可能是我们长期以来都有在做，但是也是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的问题。是。那为什么这个问题呢？我想争取资源，爱护地球。这个是一个普世价值，而且这必须要从小做起。那么怎么从小做起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教育里边，对所谓的珍惜资源，几乎每个小朋友都朗朗上口。可是什么叫珍惜资源？说真的哈，启定，我相信可能我们都要重新去审视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餐盘，这个餐盘，启定，这餐盘哪都有三个样，有好几道菜，对，再加上一碗白饭。但其实我拍摄，因为我知道你对人非常的了解，其实你知道讲吼，这碗饭，伊安怎产生的无？过程，它的过程，对，怎么产生的？市长，能不能说明一下？这个从农场到餐桌哈，总是有它的流程啊。那以前的人说，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那就是要说明哈，每一碗饭哈，其实农民是很辛苦种植的。那我们做这个食农教育，也是希望说让学生们知道说这个食物是从何而来。那这个过程其实还蛮复杂的。是，其实啊，市长哈，咱得当跨掉三道。第一个，从一颗稻子育苗开始，然后到最后呢，我们插秧。它一样先汤蚕之后再插秧之后要除草，要施肥，然后田间管理，然后到最后呢，再由机械采割，采收完了之后进入哪里呢？进入风谷，扎皮已经绑切了。那么现在是风谷之后呢，才进入碾米厂之后呢，才从碾米厂送到市场，然后市场之后才回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厨房，那经过我们的厨房烹调之后，才变成我们的米粒白米，金碗饭。所以呢，我们一直在想，小朋友，我们只让他吃到一个餐盘里边的一餐，但是这里边的每一道菜，这里边的每一样东西，其实是真正就好像这个米这个饭的产生的过程完全一样。它是一个非常浩大、非常庞大的一个工程，它绝对不是一碗饭或者一盘的这个餐盘端到你的桌前之后，你要夹掉的爽。所以，既然和你复杂而且贵顶这么庞大的工程，事实上这就是最好的教育，因为这样的教育，第一个它既有所谓的启发性，也既有所谓的研究性。那第二，它既有什么？他既有真正的去提醒我们的学子，从小开始要珍惜资源。所以我等于讲吼，安内杰代志，我们过去都把用一种教条宣科式的一个方式，再让我们学子知道要珍惜资源，要珍惜资源，要珍惜资源。其实为什么？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告诉小朋友答案在哪里，这就是教育。啊，其实是不是讲
像安尼一个观念，咱应该导入我们的教育里边，让我们的学子从小开始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做解释。对，我们现在很注重食农教育跟食安教育。那除了珍惜之外，其实要正确的认识食物啦。那每一个从农场到餐桌的过程哦，其实这个程序哦真的是蛮复杂的。刚刚议员已经解释很清楚了。那我们有些学校有做小校园的菜谱，啊，有些学校哈，他跟附近的有机农场有签约，让学生体验。那我想哈，这个都是很好的教育。那我们自己市政府也有透过教育局、农业局跟卫生局有做全流程的稽查，那希望说能够让食安的等级可以提高。那我想这两个方面都需要，食农教育跟食安的这个把关哈是同样重要。那我也请我们教育局哦，针对这个食物哦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教育的内涵哈，也可以多请各学校多宣导。其实哈，我今天举这个例子哈，它只是一个生活的其中的一小部分哈。那真正要呈现的是说，因为现在小孩子可能他认为说我要什么，我饭来张口啊，然后我爱啥我都啥，因为现在生活太便利。但是呢，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地球的资源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不管我们生活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来自于世界的资源。那这样的资源有限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可以从小培养我们小朋友去认识所谓的资源来之不易，要珍惜资源的话，那我相信对台湾的下一代的发展应该有更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们未来教育局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教材的时候，能够真正把概念上哈从小扎根，带给我们的一个学子，好不好？好，好，好。那么我想在最后哈，要就教育哈，这个请用。这保定哈，保定写三公是咱人靠想这所在嘛哈。好，啊，河西是我们整个大溪的这个中心。那但是河西看不见山，老人会馆，好像欠一个综合型的一个空间。那我想说会后可能再跟市长讲，因为埔顶公园停车场旁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块。那这个区块呢，其实非地点非常棒，所以改天市长也带来看，公这所在咱们是不是在思考？来替这些老人回馆综合型的这些空间，给借大家一共，那么势必是对我们河西的这些长辈，或者对一些所有的这个妇女或者是幼儿的活动，会有很大的帮助。请六请借保温，请借让指示这那个那个叶光黑古局长哈，告诉在石库这边以后，现在河东老人会馆要重建了，是，那当然河东河西会有一点生活圈的不同哈，是。那河西的部分有一个峻顶的一个小型的老人文康中心，是。那是不是说在埔顶公园要增设老人会馆？我请社会局评估哦。那如果有必要，先做敞勘，先做了解。那如何发展那边河西的这个社会福利的服务哦？我请社会局来研究。那如果真的有必要，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好，谢谢市长，谢谢市长。好，那我现在最后就叫于我们的这个农业局谢局长哈，刘六，潘神哦。我知道你身体不太好，但你吼，那剩了我讲无搞的时候，你书面发就好了哈。我举数据给你听哈，因为这红火蚁的代志哈，红高粱种就厉害哈。这红高粱为民国95年开始哈，当时哈，因为药剂费跟这个喷洒工资都是由黄玉吉提供，但是呢，我们就投入了一个房子的经费呢，我们从95年哈，95年到99年都是黄玉吉在提供这个药剂以及这个喷洒工资。但是呢，他的经费呢，却从650万到最后一公顷我们花了650万，就是说总花的费用是650万。到了101年呢，我们100年的时候，我们就花到2400多万哈。但是呢，从101年开始呢，到了104年、105年，我们又要花到多少钱？花了将近从2000多万到变成5000多万，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红火蚁真的是他的房子已经到了我们花费我们很大的经费，但是还是不行，答案还是不行。所以呢，到底哪一个国家，因为这个一定有其他国家可以当借镜，好，哪个国家可以当借镜，到底要怎么做？就用利用归干蛋上涨不用进修课。以这我告诉你哈，那个我们
很多区域的公所也到国外去看黄河鱼的方式啊，以较成功的案例就是澳洲啊，澳洲他们是以继要持续投入大量的资源，澳洲是澳洲政府在编列预算在做的啊，是中央政府在做的，啊，澳门我们这里是我们自己在做的，是他们以那个澳洲是用直升机在撒药的，啊，他就是说全部。好，谢谢，时间到，请坐。好，那我们等一下把看板弄好，我们再开始。好，那杨朝伟议员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梁伟超议员、鲁明哲议员、苏翠玲议员以及杨朝伟议员、四位议员共用40分钟，请开始，谢谢。好，谢谢副议长哈，啊，问候我们的市长、各局处所长、各府会联络人以及各媒体记者先生朋友哈，啊，大家晚安，大家好，啊，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交通局长。哎，局长，我想我们机场捷运吼年底即将要通车嘛，对不对？好，我想年底这一次的通车还会不会延期？就您的观察，我们认为啊，这个能够在年底左右通车的几率很高，很高嘛，哈。是，我想机场捷运通车之后呢，接下来关键就是机场延伸线延伸到中立火车站的部分了，对不对？从 A21、A22 到 A23 这个部分，那目前这个工程的进度的状况怎么样？目前在做 A22 这个车站，那么 A21 到 A22 这个站间的部地下隧道的部分也正在施作，那 A22 到 A23 之间的地下隧道也正在做，也是。那目前进度的百分比到多少？据说是大概40几个%。哎，我的数字是31%哈。整个目前的土建工程 ，A21 到 A22 比较没有问题 ，A22 到23的状况问题比较大一点点哈。所以整体的进度，你们给我的数据是31%左右，对不对？哦，这是目前的进度嘛哈。好。那所以目前的土建的部分正在发包执行中，已经2年多的时间嘛，对不对？目前因为它的 A23 站啊，有部分是必须配合我们地下化的部分嘛，地下化的部分，好，没关系，重面做调整。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是？土建工程的部分，我相信没有问题啦，哦，不管在2年完工，在3年完工也好了。是。那机电工程的部分哦，整体经费目前是编列28亿的经费，对不对？大约是这样。大约28亿经费，那目前流标几次？7次。流标7次嘛。对。那这就很玩味了，因为从机场捷运延伸到未来的中立火车站的延伸线，这两段的机电系统需不需要整合？必须要整合。必须要整合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机电系统可能未来还是由丸红主导吗？有没有可能？现阶段还是。现阶段还是。它是到，对对，但是到 A21 了，但 A21 局长，你觉得流标7次的原因是为什么？主要我的观察哈，应该是预算问题。所以你觉得28亿的经费是不够的，所以你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经费不够？这是我个人的，那这不是我们的工程，我个人的研判。我知道，所以你个人觉得流标7次最大的原因，第一个可能是经费不足，那有没有可能是丸红在搞鬼？有没有可能？这个毫无可疑。他刻意让他流标，有没有可能这样状况？这个我没有资讯来源，我不清楚。哦，所以你不清楚嘛，对不对？你觉得丸红是一个好的厂商吗？
我想他高铁街也是按照招标策略去禁用的吧？你觉得他是个好的厂商吗？你觉得啦？因为我没有跟他共事过，我不是很清楚。所以你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好的厂商，是不是？从外表来看，似乎他在执行履约上是有一些问题。他是有些问题的吗？我们的外他在2006年招标得标了这个机场捷运的机电系统250几亿嘛，对不对？是。后来他转包嘛，对不对？层层转包，延伸了很多的问题嘛，对不对？据说是这样的。据说是这样。所以局长，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个隐忧？假设我们的机场延伸线从 A21 延伸到 A23站，未来还是由丸红主导机电系统的话，你觉得这问题严不严重？它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厂商状态之下，你觉得这问题严重吗？当然，从表面看应该是很严重，但是事实上如何？从表面看很严重。好，局长，这是哪里？你知道吗？这边是哪里？你知不知道？好像是那个转那个横渡线那块。就是22站到23站中间的围篱的部分。就是横渡线。我想，这些店家哈，真的目前被这些围篱啊，受很大的影响，生意也差了，交通动线也差了。但如果按照您的说法，我们的土建工程可能还要2到3年才有可能完工，但机电工程什么时候可以招标成功不确定哦，所以完工的日期，我想要拉到多少年不知道，所以对于这整体的商家，我觉得第一个是不公平啊。他们当时配合捷运工程的施工，提早的围篱，造成店家不然店面都没有人要租。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市政府未来一定要规划出一套的标准，看如何去补偿他们。我觉得这是市政府该有的责任。谢谢议员意见，这个意见我们会再来跟高铁局跟捷运工程他们的捷运工程处，我们再来跟他表示这个意见，再来协商。好，就这个部分，我想局长你要去做到了哈。那当然，地区四号的部分目前还没有确定嘛，对不对？还没确定，中央还没正式核定嘛，也还没到国发会去审，对不对？地下化嘛。对，地下化。目前在交通部审议当中。审议当中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地下化的审议工程也会影响到这个工程的进度，对不对？应该不至于，因为我们该做的这个铁路在那个在上，捷运在下的部分，这个。A21 到 A21 应该调整的部分我们都调整好了，所以呢基本上铁路地下化的这个政策的形成跟决定呢不会影响 A21 A23。 所以我认为现在有两个阶段是最容易影响这个工程，第一个就是你机电工程什么时候可以发包，什么时候可以发出去哦。假设今天机场捷运通车之后，高铁局要去追究丸红的责任跟赔偿金的状态之下，他这一段机电工程不会跟你标的啦，他这样机电工程绝对会玩你的啦。我想呢，这个机电部分，我相信呢，中央高铁局跟交通部应该会有很好的处理措施。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说不定变更机电系统也不是不可以。我想，刚才技术上可以考虑的。局长，你觉得丸红是不是一个好的厂商哈？我想，这边每一条都告诉我们，丸红不是一个好的厂商。2006年招标了250亿机电工程，结果转包太狂。高铁局没有全盘掌握，那时候是民进党政府执政，赔偿的机制不够，就导致工期失控。2013年，丸红先行违约，本来是2014年要通车，就延到2015年底，但现在已经2016年底了，到底年底会不会通车，目前还不确定。2014年，丸红开始系统整合，这个整合也是失败。所以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丸红是一个不良的厂商。所以未来的机电系统到底还不需不需要由丸红去做？我觉得这是市政府跟高铁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一个不良的厂商，我认为他绝对没有这样的条件去做未来我们延伸线的机电系统。如果未来还是由丸红去主导这个机电系统，那21到23这一段的捷运的通车啊，我觉得会更遥遥无期。这个我想就叫一下市长。我想哈 ，A21到23这个工程落后，7次机电标流标，那么主要的原因哈，就是因为西门子没有进场。那他这次是土建跟机电分开标，不是一个统包。土建是由大陆工程，那机电的部分，那么目前哈，大概不太可能是丸红来标。那交通部已经跟这个西门子协商很多次，包括部长。前后两个部长都飞到德国西门子总部协商这个事情，
那到底他们预算要增加多少？这个是应该是由交通部去评估。那我是认为说，哈，交通部必须要务实的处理哦 ，A21、22、23这个机电标流标七次的问题。那因为毕竟要跟前面的这个 UK 西门子的系统整合，所以我想这个现在也不可能把它当作所谓的协力厂商，它就是机电的主要承包商，要务实处理。好，所以我想市长这个很重要了。如果还让王宏主导这个机电系统，我想这个通车是会有很大的问题。其实我来看哦，这个2006年到2016年十年，有民进党执政的阶段，有国民党执政的阶段，发包阶段也有责任，也要检讨；履约管理阶段也有责任，也要检讨。那我们负责的高铁工程局、中兴工程顾问公司都要检讨。坦白讲，这个案子会延宕了七次哦。我认为哈，我们政府相关的人都要检讨。我希望市政府市长未来在针对这个机电工程的部分，因为毕竟是通车的关键，我觉得市政府要站在强力主导高铁局的立场，尽速把它完成，赶快招标，但是不要再让王宏这种恶劣的厂商去主导这样的机电工程，好不好？应该不至于。那目前哈，如果说议员有空可以一起来看，它目前就是22站的站体正在兴建，然后21到22、22到23的那个这个所谓的那个隧道工程正在进行。那我想哈，对居民的影响很大，对店家影响很大。我想这个确实我们应该跟高铁局表达，这样的一个损失是蛮大的。好，那继续就叫市长哈。市长，我想铁路地下化是您重要的政策。那目前整个地下化的工程，我们到底跟行政院的沟通的状况沟通怎样？尤其是跟院长的部分沟通，你觉得沟通的如何？我跟行政院林权院长就铁路地下化，那么主要达成的共识就是说，希望我们将来铁路地下化的效益能够有更大的外部效益，比如说场站的开发、都市发展的效益。那他希望我们市政府把这个效益做更好的说明，他就总体效益来评估来支持。那基本上他是赞成这个方向，但是在审查阶段哦，他希望这个交通部要就两个部分要审查完毕，第一个是工程部分的可行性跟一些技术条件把它克服，第二个是铁道的营运面有哪些需要调整。那这两个审完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国发会进行整个计划的财务计划的审查。所以林权院长是全力支持地下化的工程嘛？目前的状态是这样子。他基本上他是支持，他基本上支持哈。那市长您看一下哈，这是10月3号了。我们陈学正陈委员质询我们的行政院院长林权，他问哈，桃园地下化何时可以动工完工，经费状况如何？林权院长竟然回答他，这件事我不知道，请交通部长来回答。那接下来他又继续，因为还没定案，还没定案。他说没有，他是说这是他的质询的内容，我们是听录影带。他说这件事我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市长是怎么跟他沟通的哈。那第二章。陈委员继续讲，我不反对地下化，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审查完毕，开始动工完工？那交通部长怎么回答呢？现在还不敢说什么时候会核定，还需要跟地方政府做严密的讨论。但是10月5号，我们郑宝清郑委员在问交通部长的时候，交通部长回答的答案又不一样了，与地方政府对很多的细节讨论过后，一个月内开终审的会议。对，这两个讯息就会有落差，就是到底交通部长是在诓我们陈学正陈委员，还是诓我们郑宝清郑委员？为什么隔个两天而已，这讯息的落差竟然这么大？还是交通部长对陈学正陈委员有意见，他比较偏爱郑宝清郑委员哦？啊，给陈委员就一个不确定的答案，给郑宝清做面子做给郑宝清委员，就给他一个很肯定的答案。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比较玩味的，我也希望市长针对这两个部分的讯息的落差，一定要跟我们你在中央绝对讲得上话，你一定要跟我们林权院长跟交通部长针对这两个讯息确定一下，到底哪一个才是比较正确的版本。那请我们苏志远委员。其实我觉得刚刚听到我们梁维超议员提到的，还有我们交通局长刚刚回答的，其实真的蛮感慨的哦。好像现在变成还有市长回答的，现在变成西门子有没有进场，变成我们机场捷运延伸线的最重要的关键。然后只要西门子进场了，这些问题通通都没了。那我就真的觉得很疑惑，当年
2002年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西门子有投标啊？为什么我们当时苏贞昌院长在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就选择了完红而没有选择了西门子，还让西门子在开标投开标完的当天下午召开记者会，控诉台湾政府说绑标，控诉这个招标案不公平。我觉得这个，我现在时过境迁啊，在了105年的现在，2016年的现在，我们来回去看2002年的那个时候啊，我们现在再来讲说，西门子是解决目前机场捷运能否通车、延伸线能不能够施工、能不能够按照期程进行唯一的关键啊，我觉得真的格外的让人觉得讽刺啊。我稍微说明一下哈，这个事情我也有去研究过。当时的立法院决议，机场捷运要用最低价格标，不能用最有利标。那因此三家来投标之后，那么西门子跟这个阿斯通都价格高于完红，就完红得标。所以您认为当时的问题，我认为那个决议是错误的，出在立法院了，对，是不是？事实上，立法院决议是错的。没有，所以行政院的那个功能就没有了嘛。我们这个你行政院可以做很多的决定。可是你到了最后，你的决定，你竟然还是用完红，而且不是只有最低标的问题啦。他只决议最低价格标，也针对行政院定的施工的办法，他也觉得是莫名其妙，而且是匪夷所思的。那我想这个东西啊，可以开个专案好好讨论。我回过头，我还是要跟你讨论到台铁地下化啊。刚刚我们梁维超议员提到了，对不对？这个我在10月3号，这个陈学圣委员。这个请教了这个行政院院长林权，他竟然说完全不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啊。然后呢，就请交通部长来回答。然后交通部长的回答是这个现在还不敢说什么时候可以核定，还需要跟地方政府做严密的讨论。这个是10月3号，他对陈学圣的回答。接着10月5号，郑宝清委员质询他的时候，交通部长贺陈旦说。我们与地方政府对很多细节讨论过后，我们一个月内会开终审会议啊。那我现在在请教这个交通局局长高局长，这个是10月3号，对，10月5号，我请教一下，从往前再推好不好？你们当时啊，针对自偿率的那个比率啊，从6.37修改成为20.02啊。这个部分是大概在9月初的时候完成的嘛，对不对？8月底的时候，啊，交通部退回我们这个自偿性，认为我们的6.37太低，哈，那所以呢，马上10天内，交通局马上修正，把6.37自偿率提高到20.02，然后那个时候回文给交通部了。那个是在9月初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局长，从九月初到10月5号。交通部有没有跟我们捷工处或者交通局有开过任何一次的会议做严密的讨论？有没有？我们陆陆续续做都有一些协商。对。有没有做过正式的开会讨论？有没有？我记得是有。有了。你记得是有啊？是。那奇怪，我刚刚才特别询问了捷工处处长，他跟我说没有。从9月初到现在，到今天为止，没有。没有开过任何一次会议，因为我们他说如果有的话，可能是交通部自己的内部会议，但是跟我们桃园市政府完全没有。我还特别问捷工处处长，我说处长，那跟我们桃园市政府地方政府开会啊，会不会没有找你捷工处啊？他们不会，这一定会找捷工处。因为我们很多协商啊，不一定要发，那还是不一定要发开会通知，我们可以做很多我们私底下的协商。所以，我们过去交通部或交通部人过来都有可能的。所以局长都是你们私下协商的喽。因为捷工处都没有参与嘛，他会决定谁来开会。这件地方政府的意见我们会事先审核。这件案子是捷工处负责的吧？是。好，所以他都跟你私下协商，所以他没有跟捷工处，所以捷工处没有派任何一个代表来参与这个很多细节的协商。这个细节我想都应该是执行单位才会知道的哦。你局长日理万机，市长日理万机，你们可能对于那么多的细节你们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楚嘛，对不对？那我现在请教，就所以交通部长，我想要了解的是，
究竟是交通部长在诓我们，在骗人，还是是我们桃园市政府在骗人，对不对？那今天是交通部部长可以两天内，十月三号说，我们不敢说，而且呢，我们还要跟他做严密的讨论。这个严密的讨论，然后到了两天后，变成我们跟地方政府针对很多的细节讨论过后，一个月内会这个召开终审会议。那我就问有没有讨论？没嘛，对不对？那所以他在诓谁？所以交通部部长是在诓郑宝清委员喽，是不是？他公然的在立法院里头说谎喽，是还不是？我来说明一下哈。还是他对蓝对绿讲法不同、那个？其实我们有组了一个沟通小组哦，在台铁局跟这个台铁改建工程局跟交通部在做沟通。那他们主要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自偿率的问题？是院长希望这个案子要达标，那么希望把外部效益跟这个都市发展效益跟土地开发效益算进来，所以我们用这个原则去把它做调整。市长，那第二个我再说明，我个人啊，对于这个自偿率从6.37可以马上啊时间内调整到20.02啊，我个人是觉得啊，这真的叫天方夜谭加上匪夷所思啦。好，那这个我想啊，我们可以后话再谈。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么重大的建设，这个你对桃园市民信誓旦旦的建设，林权院长可以说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他是说什么时候审查完毕？交通部没有，他说我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啊。不是他 对不对？然后交通部部长他回答可以前后两天，他的说法完全不同。我现在意思啊，就提醒你啊，市长，对，我提醒你啊，对不对？你不要被行政院或者被交通部给诓了，对不对？今天是桃园的建设，攸关所有桃园市市民的权益。你这个不是在框来框去之间啊，延误了那么多的宝贵的时间。好，我想市长跟局长哈，这个其实刚我看这两个部分，两次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话术的问题嘛。市长，你觉得还是你要现在保证，你听到的是说他一个月以内就会完成审议，这个、还是跟你严密的沟通讨论很多细节，还要讨论3个月、5个月、8个月，讨论清楚之后再。讨论过后再一个月，那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东西，一模一样，只是说贺仁泰学坏了，好，这边没办法，为了求生啊，非要找一些话术。但是市长，你现在可以承诺，我听到的就是他那天5号，就下个月5号，我们见真章，没有见真章，我们看示威抗议还是他说谎。你觉得他是讲下个月？没有，这个问题很简单，他讲的是下个月5号一切完成审议，还是严密的讨论 N 个月 N 天之后讨论后？在审议，你收到的讯息好不好？你收到讯息是什么？我看这两个委员的咨询，我有去了解。那的确，那个交通部长回答陈学圣委员的时候，他说哈，他这个审查比较复杂，他会进行严密的审查。那后来郑宝清委员隔几天问他，他说希望交通部长给时间点。那部长在那个回答的时候说，一个月开那个终审会议，不过终审是一个月开。审查的人要有时间，后来我有去求证，他说希望早日进入，因为我们初审已经过了，复审的终审会议希望早一点开，这确实他我可以印证说哈，确实部长说希望早一点开。那至于早一点开，我心里的打算是这样子，我当然希望柳暗花明，临门一脚就过了，但是仍然哈，交通部说他审查的一些基准仍然要过关，所以因此我们才会在很多的准备工作上多做沟通。不过我认为他原来他们这两个回答并没有很多的矛盾，是说他我觉得一样啊，我们这个我们共识啊，我觉得都一样，只是学坏了。只是说一个月内后要开终审会议，这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他压那个一个月的期，也跟我们也没有关嘛，我们要结果嘛，对不对？你说他可能起头开个会或者终审会议，或者他现在给铁路改建工程局现在在审议，我们都不管嘛，或者到国安，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说什么时候，因为你最在意嘛，因为市长。因为哈，在南区啊，中壢已经产生了铁路高架化、地下化的政策，与现在正在新建的捷运蓝线已经产生了竞合甚至冲突关系。即使你们想要降到最低，可是很多的冲突它正在不断的发生中。即使再协调，你们现在跟高铁局的说法不一样，啊，包括你们那个捷工处的何科长啊，前天给我们讲的讲法是说。
讲法很简单嘛，他说因为施工牵扯到地下化的这个设计嘛，影响到边，要等到市政府交通部同意可行性评估报告之后，高铁局才会这个变更设计嘛。他说再快也至少影响到108、109年了哈，那实质的产生影响了。那原化地下道你准不准让它封闭来盖它所谓的中立站？那这个当然跟完红没有关系了哈。那你什么时候准备这个交通的影响？这个部分又是好几个问题的层次，但是这个部分势必已经影响到了。那我刚刚一听到完红准备上场了，我是讲真的啊，我一路看到完红玩到黑啊，再给他最后一段玩的真的玩到挂，玩到我们桃园啊，那捷运真的挂掉了。那市长，我真的要拜托一下，因为现在毕竟全面执政啊，这个不是亏你啊，就是说不管是高铁局啦，好或者施工的单位或者是谁，那总而言之，你现在有很多的小组啊，真的要面对这个问题啊，去解决啊。这边的火车站本来都是黄金地段嘛，现在已经变黑金了，很黑了哦。那现在怎么办？我们跟那些乡亲都讲说，拿表格给他看，到现在不敢跟他说。哎，那个表定107年6月完工，我们不敢讲实话啊，不敢讲实话。可是你要知道，这些人生意差，一直凹。我跟他讲还有两年，他喘口气，你知道吗？跑步跑了快到终点，再忍一下。你跟他讲前面还有50公里，他不玩了。所以现在好，具体的时间可能要跟高铁局施工单位，你具体来推敲，到底是你等我还是我等你？那必定都是交通部的事情，好不好？那市长最后不是，我再请教你一下，因为好，他两个已经冲突到了，你的承诺会不会跳票啊？因为在去年呢，可能是选举期间呐，104年11月10号，三江村议员请教你，市长，你要给我们个时间，我们也支持地下化，你有没有信心？不要说完工，任内是不是107年任内保证开工？你的回答哈，很无奈啊，蔡主席就支持地下化嘛，你还没有信心，然后最后你讲一句话哈，好了，我有信心，任内动工，哇，剩大概不到差不多两年。这样，我想今天再请教你，一年之后，你对于台铁地下化，你107年年底可不可以动工？你的信心有没有调整？我想哈，第一个要追求定案，那定案之后当然就要动工，因为我们的临时轨道只做到内力，后面仍然需要做。那行政作业跟实质的工程要整合，那因为调到地下化以后会有些行政作业，那我是跟交通部讲说。只要定案之后，我希望前面的那些配合工程、临时轨道、和临时车站都需要继续动工，市长争取时间。其实我跟交通局长这样，因为我没时间问，好，对，这个我是很有信心，是不可能，好，很有信心。那时候不管是在国发会或在什么单位，我不知道哈，动工的话是不可能的。我建议你早点调整说法哈，因为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这硬撑也没有意义哈。但是因为昨天呢、啊。是我觉得历史上的一天呐、啊，我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因为昨天看蔡英文总统跟林佳龙市长兴高采烈的到台中铁路高架化去剪彩庆祝，我觉得因为这两个部分是蛮接近的时间通过行政院核定的，那当然我们比较倒霉，啊，一个他们是铁路工程改建局，我们给铁路局衰了，无能的单位了，单位就慢了。再来，可能之前的政府对都市计划也慢，一慢之后，哇，没想到龟兔赛跑一下差那么多。但是我心里非常非常担心啊，这两个工程这么像工程，你看昨天已经庆祝了，感谢我们，我听到了，我们台中终于这个为了人民的安全消除了17个平交道，因为他那个17个，我们刚好有17个，同一年核定的，到现在我们。还在未定之天，人家已经兴高采烈，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在高兴什么哈，因为蔡总统说，火车告平了地平线在做事哈，新台中高架车站为台中打下了下一个100年，哇，真的很兴奋。再到了桃园就是完了，这东西只能玩30年，30年之后变垃圾。问他蔡英文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哈，然后是台中迈向新阶段，让旧城区能够恢复过去荣光。这林佳龙说什么？跟你同一天上任了，台中新纪元的展开，我有最高火车站为荣啊！还特别讲啊，各位乡亲，这个铁路高架化要记得，是我2004年做新闻局局长的时候推动的，
就我第一次质询就是说，你做新闻局长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干这个事情，你就说我新闻局长不管这个，人家多勇啊，现在都他不是我讲报纸出来的，你待会有事找他说。那民众呢，哇，讲得我真痛苦，他讲说我切换，他说台中新地标，台中人的骄傲。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郑市长跟我们现在这些团体，我们在讲什么呢？铁路高架化就是错误的政策，您讲过了 N 次，然后呢这些团体讲说是伤害人民的权益，是妨碍地方发展。我只觉得为什么同样的铁路地下化，到了桃园就是错误的这种政策，到了我们台中就是蔡总统所谓的打下新的一百年，为什么到我们桃园就是伤害人民的权益，到了台中就变成台中人民口中的骄傲，为什么在桃园就是妨碍地方的发展，到了蔡英文口中台中就是缝合前后站。我是希望哈，因为高架化地下化你还在考虑，我是希望钱能够尽快争取到，否则我会觉得桃园像沙滩上在捡石头啊，看到最大那颗不要捡，你跟五都六都比哦，前面有四都都地下化，那这个台中高架化我知道，那我在讲说现在这个彰化在争取302亿，已经跟你同样阶段了哈，过了初审了哈，然后这个嘉义要争取300多亿，然后这个还有400多亿，人家都是高架化。当然你心中也许说我是一级城市，他二三级啊，但是不要沙滩上捡石头，捡到比我们心中二三级发展的城市还要慢。所以我是希望说哈，我是要不然就早日去总统国行政院抗争啦，就针对问题不能够再拖到下一届的。你这一届说没有施工没有开工，如果连预算都没有到位，我相信第一个你自己也没办法跟自己交代了。所以我在这里跟市长跟这个交通局长真的建言了，看到台中好，我看他也没有落后一百年了哈，到时候我们再看。好，谢谢。请坐一下市长，我就先问一下市长一下啊。那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哈，在上个礼拜我想市府发生的事情哈，就是市政顾问跟我们一些副局长的一些贪渎一些官缩的案子哈。那虽然说你们市府大动作的做一些消毒的动作哈，但实际上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哈。那虽然说现在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那我想我们尊重司法。那现在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市政顾问啊这四个字哈。我想请问一下，市政顾问的遴聘或者是邀请他们来，是谁做的决定？你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市政顾问有他的遴聘要点，那我想我们是蛮多元的标准啦。那当然这里面市政顾问其实还蛮多的，有300多人。300多个，那300多个评选的部分是不是都要经过你，还是说有所谓的遴选小组？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大概明确一下。都要经过市长同意。市长同意啊、哦？对。那我想，既然是经过市长同意的话，大概对于市政顾问遴聘的部分啊，你要负非常大的责任哈、哦。而且到底现在有多少个市政顾问打着你的名号，在我们各局处里面，不敢说招摇撞骗了哈，最起码打着你的名号办事情比较方便。你有没有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来彻查？有没有？我想哈、哦，我会这个，其实我这个事情当然要做内部管理的检讨。那么任何人都不能代表市长，市政顾问他其实是建立性质的。他没有职权，所以也当然不可能说哈、哦、那个可以代表市长。所以说我帮这些公务人员叫屈了哈，为什么？王宇成讲过一句话，报纸写的哈，他说因为他的权限太大，得罪不起。哇，这句话在所有的公务人员，包括局长、副局长来讲以后，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哎。为什么？这个人可以站着打着你，甚至于说是他是你的干爹哦，甚至于这样子哦，我觉得又打着顾问所谓的市政顾问的名号。我觉得对这些公务人员来讲，他们循规蹈矩的来讲，我非常的不公平哈、哦。所以这部分，我觉得你适度应该要厘清啊，尤其是市政顾问的部分，该约束的部分，你应该好好的约束，否则的话，代替你出来打着你的名号，我觉得让这些公务人员，市政顾问不代表市长啊，对嘛？所以说我这部分，我希望你好好的再做检讨一下，尤其是市政顾问这些遴选的部分，他的各方面的操守的部分，我觉得要好好的来做评。我们年底哦会做一个总清查。那这段时间我也会做调查。好的，这部分你好好的，真的好好的思考一下，要不然的话，你这一两年好不容易建下来的基础哈，就因为这一两个事件，把整个团队整个污名化了哈。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也非常关心呐哈，好不好？谢谢。市长，这个在我看来啊，我真的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忘恩负义啊？
因为你那个词用得很重，哎，你对着媒体讲，任何人不可以，借着你的名号招摇撞骗啊。可是郑义雄，这有在地方上跑的人都知道啊，他是你干爹啊，而且他是从你做议员开始出钱出力，对不对？然后一直从你做议员一直挺，尤其这次你选市长，他还大力的相挺，在中立地区摇旗呐喊，运筹帷幄，对不对？然后所以这次这个你当选以后，对不对？你就不但授予他市政顾问，还给他选委会委员呢。选委会委员是多么公正超然的一个这个位置，多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对不对？选委会委员不能够可显，可以显现就是你跟他之间应该是关系匪浅啊，否则一个人你赋予他两个这么重要的职务，然后呢又讲，对不对？这个不是只有王允成哦，王允成说不敢得罪他，就我知道，我们现在一级主管、二级主管里头，听说还有好几位，对，都是靠他送了这个履历表到了这个市长桌上，请市长圈选的、啊，没有，包括一级主管、二级主管，那个。有没有我们在座很多人知道啊？我直接说好了啦，这样要不然很容易产生误会。在郑义雄他的生活圈中，大家都叫他干爹。我想我比较老实说，市长，那不能把这个亲切的敬意，把它当作是公务。市长，谁会授权呢？这个我这几天一直在地方上跑啊，很多警政单位警察都讲，他说跟你们私下吃饭的时候，好几次啊，你在场合里头都喊他干爹啊。我是说，在他的生活圈中，对对，所以这里可以显现你跟他关系匪浅，否则以他一个你所谓的素人也好，他凭什么可以在市政府里头，从劳动局到这个经发局，可以这样子在这里头穿梭，这个运筹帷幄，他凭什么？如果他只是一个素人甲，他凭什么可以这样做？不止哦，我现在请问在场的，我们这个局处里头。有这个接到他的官说，常常到你局里头去走动的，有哪几个局？有没有？站起来举手。有没有？都没有，都没有吗？都没有吗？哪一个一级主管、二级主管是靠他帮忙递履历表的？有没有？没有。郑义雄都没有。郑义雄没有。我跟你讲哦，话先讲前面哦。今天议会这是直接会录影转播的哦。好，话先讲前面哦。这个案子还在查哦。这个还在查哦，你们看一看哦，郑市长做人多么果断，果断，你触犯了他的这个有伤害到他的形象的情况之下，马上你知道，这个大刀就砍下去了，这个不可以借着我招摇撞骗，马上王允成、李贤祥降调非主管职，你们通通都看着哦。李贤祥没有降调。你们今天马上可能还会再查到你们哦。那个，我们张处长新闻处，时间要暂停吗？好像反应很慢哈、哦。你这次帮市长，平常护主有功啊，这次我们觉得很奇怪啊。你说那个市长跟郑义雄的唯一的关系就是市政顾问，你是听谁说的？是市长跟你说的吗？还是你自己做梦想到的？不然还有什么关系呢？哦，好。如果说这个案子这么傻，就不能叫他发新闻稿。新闻稿是要全面性，这个案子他装傻哈。但是你来到桃园要搞清楚市长的关系，如果跟他这么单纯的话，你这样的是等于说是侮辱到整个桃园的环境了。很简单嘛，这位姓郑的举手，我就跟你讲唯二的关系好不好？什么叫政治中心会？郑义雄是政治中心的大佬，我们市长这是合法的哈。每年一月，对不对？不管是祭祖各项的活动，政治中心会他都要参加。尤其从去年三政出局之后、啊，那不是公务上的关系，当然有关系啊。你不是唯一的关系，我就跟你讲唯二。我说什么叫唯三的关系、啊？你请坐。我还跟你讲唯三的关系，你骂郑英雄是招摇撞骗，你骂他是骗子，那市长你不是傻子吗？你说你怎么会找一个骗子做你财这个财务长呢？市长是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打着他的名号招摇撞骗。请坐，你请坐。你怎么会找一个骗子做你的财务长？那在地方上面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那你现在如果这样的话，外面还有多少不管名称叫做干爹的、哥哥的、姐姐的，他为什么拥有这些权利？市长真的你要自己想，我觉得是你要开去清一下。为什么有人打电话给你在吃饭？我跟市长很熟了，不要讲干爹哈，很熟了，信不信？马上扣你。我说真的，因为你真的很勤，常常会到。你请问一下，当你离开的时候，这个人会准没？
哎，准。那有时候直接通电话给你，当然这个案子还在查，他跟你通几通电话我不知道，但是我市长拜托，由小看大，现在刚刚讲外面的事情啊，我就觉得剩个剪掉他们去查吧，哦，可是你内部的事情，我们学管理的，你知道吗？你正式的组织，现在常常我们叫葡萄藤理论啊，什么叫葡萄藤？实际的权力的组织在现在的市政府就是乱七八糟的八卦。为什么？另外一个局，谁？郑义雄在里面就很多，他不是这一局的，他也是一个专门委员，他是一个副局长，还有一个处长，你知道吗？走到哪里，所有人会怕，啊，各位局长，各位局长，有这种人，太奇怪，他不，我们的组织不是这样的，啊，有这种人就把他抓出来了。我，不过有时候是这样，人啊，都看到远，那你知道吗？在左右的人啊，因为挡住了，看不太大。我直接告诉你，你旁边就有这些人，那有一些你可能不知情，他在处理各项的一个大小的事情。如果到各局处要求局长、副局长去处理东、处理西，那就不是外界的所谓干爹的问题，内部的问题。我倒是希望说，你能够健全正式的组织，局长就管好副局长，我信任你；秘书长整个给我扣好，不要就你自己的幕僚你自己用嘛。有传话去传，而不是说他到那里超越局长，有几个爹几个娘这样的，这样我觉得现在在局内，我们觉得感觉有这样的人物哦，在跨局势穿越，我倒是觉得可以收敛一点。那你觉得说我们信不信我们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我接受这个看法，我会彻底清查，因为行政部门该有的这个行政伦理、行政指挥的层级不能受到影响，我会查。我会查，不管是有或没有，我都当作那个来查。市长，我想最后还有26秒啊，不管今天是你是故意的要用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局里头运筹帷幄也好，还是你真的是被蒙蔽在那个地方，那你对于你的世人不明、用人不当，你要不要跟我们桃园市全体的市民道歉？我想，我们在这里要求你老实说，道歉。这个全体市民没有这个事情哈，我觉得很遗憾，要求跟全体市民道歉，我愿意负全责。我也愿意道歉，但这个事情的法律责任让司法调查清楚。对啊，对于你的用。好，谢谢，好，时间到，好，那么今天我们三位议员登记总执行也充分发言，那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明天早上9点准时开会，请大家到餐厅用餐，散会。好。